呢几日嘅天气都唔稳定，一时大雨滂沱，一时就晴空万里。不过无论点样嘅天气，都唔会影响我哋出游嘅心情。阳西县位于广东省嘅阳江市，位于广东省西南部嘅沿海。喺阳西呢度有好多沙滩海岸，最广为人知嘅就系沙扒湾。我哋呢次系有本地朋友带我哋玩，咁我哋就肯定系唔会去沙扒湾嘅。沙扒湾嘅海滩收费每人要40蚊，朋友带我哋去嘅海滩全部都系免费嘅。我哋嘅行程系要住两晚，朋友帮我哋选择住喺沙扒镇嘅全部村。我哋住嘅无敌海景大房系160蚊一晚，房间望出去就系无敌海景。我哋问到点解呢度嘅海水冇咁蓝，朋友解释话越深嘅海颜色就越蓝，呢度冇咁深，所以就冇咁蓝。晚上朋友带我哋出嚟镇上边食晚饭，佢话如果喺海边嗰啲餐馆食会贵过喺镇上边差唔多两倍，就系呢间三餐啦。入面坐满晒本地人，我哋系唯一一位外地客。阳西嘅海资源非常之丰富。呢度嘅海产品特别新鲜，海鲜嘅价格只是广州同类产品嘅三分之一。大排档式嘅环境，所有嘅菜牌都喺墙上面挂住。当然海鲜就要喺海鲜池度拣。白灼海蝦竟然只賣38蚊一斤，嚇咗我哋一跳。白切鴨點蒜蓉花生油豉油係陽江茂名特色。清蒸石斑魚呢條魚只係48蚊一斤，係廣州三分一嘅價錢。白貝冬瓜湯，湯就影得麻麻啦，料少水多。炒花蟹仔，虽然而家啲蟹唔系特别肥美，但就胜在新鲜。豉汁炒花甲，酱爆鱿鱼桶，真系炒得好野味。炒鲸螺，呢个螺一啲沙都冇。鲜肉炒凉瓜，茂名阳江地区好兴咁样炒。韭菜炒鸭红，这个味道麻麻。椒盐鸭舌，我哋一致认为佢哋做海鲜嘅味道好过其他肉类。蚝仔蛋炒粉，唔知佢哋呢度嘅粉系乜嘢粉，竟然系透明嘅。九个人一共食咗740蚊。人均100都唔使，所有人食得非常满意。第二日朝早嘅海滩有好多渔船捞完鱼翻嚟喺度售卖。你话呢度啲海鲜又点会唔新鲜呢？因为突然间要影相，所以早餐就喺酒店隔篱嘅餐馆食，价格肯定就会贵少少噶啦。但系我哋影相要赶光线，冇计啦。一大煲嘅海鲜粥入面有一斤虾、一斤蟹、一斤白贝。这个海鲜粥真是特别鲜甜。哇，好多料啊！这里的特色椰丝番薯，又甜又香又脆口。今朝这个早餐九个人250蚊，不过味道都算不错，贵就贵一点啦。为了影靓相都没计啦。影咗啲相，我哋都非常之满意。大家都话琴晚冇瞓好，无敌海景大房晚黑啲海浪声太嘈啦。以后吸取经验教训，去海滩玩，想睇海就落嚟睇，住房间就住海嘅另外一面。唔睇海嘅房只需要100蚊一晚，仲冇咁潮湿添。第二日朋友就带我哋嚟咗呢个南星半岛海滩，
南星半岛海滩又是免费的海滩，这里的海水比较深，所以望落的海明显的颜色就是蓝了很多，所以这个海滩很少人够胆在这里游水。不过感觉蓝色的海就真的靓了很多。不够胆落海，只能够换个姿势来影相。中午就朋友带我们过来南星半岛海滩这个镇上面吃午饭。蒜蓉粉丝蒸九节虾，我叫蒜蓉海鲜蒸加10元啊。虾酱蒸花肉，这个虾酱超级香，送饭一流。蒸了两条鱼，唔记得是乜嘢鱼啦，肉质嫩滑，新鲜好味。圣瓜炒鱿鱼，蚝仔煎蛋，食龙眼大的鸡，突然间讲呢只鸡的故事。豉汁蒸鲳鱼，晚黑回到我们住的酒店前面的海滩，这里的日落真的好靓啊。在大城市好耐都未放过烟花啦，今晚过下手瘾先。我自己好鍾意朝早早啲起身喺海滩度行一下，其他嘅游客喺呢个时间仲好少，听住大海嘅声音，慢慢睇住太阳升起身，成个人心情特别好。海滩上面有好多海草同埋贝壳，我自己都执咗成袋返嚟。去一个地方旅游，如果有当地嘅朋友带，真係零舍唔同。住得便宜，玩得好，食得抵，真的悭翻不少费用，但是玩得一啲都不差。第二日的早餐就来到镇上当地人的早餐店来吃早餐。阳光猪肠碌，它好像我们平时吃的粉卷，河粉皮入面包住芽菜、虾皮、鸡蛋等等。再在河粉皮上面撒上芝麻，点蒜蓉豉油食，味道咸中带香，非常可口。鱼仔榨菜萝卜润配白粥，这些小菜可以不限量添加，不要浪费就得了。粤西的白粥滚起就熄火，所以他们这里的粥是可以见到一粒一粒米的，跟广州的粥完全不同。白切猪杂，新鲜的猪杂灼熟了之后点蒜蓉豉油，都是粤西茂名特色。蒜蓉炒生菜，炒米粉，这餐就是真真正正地道的阳西本地人早餐了。来朋友家摘龙眼，跌落地下的龙眼就会搣开来拿来喂鸡，我们中午那只鸡就是喂了很多龙眼的鸡了。这些真的不是那么好的才拿来喂鸡啊。对，换了个螺而已。我有了，这里有螺了。有啊，阿姨拿走了。我这些一天可以你搣几多啊？什么？一天可以搣几多啊？没有啊，在那里现在给他吃。哦。他吃啊，又没有几多给他吃啊。在中日那個熱熱凍的老家裡那裡吃，他們沒有要的。哦，即是沒有要的。嗯。幾多錢呢？我七十幾三都買得。哦。啲閘落到，佢話企喺嗰度喎，我邊有夠膽企？唔得啊！唔得啊！唔得啊！危險啊！唔好啊！
唔好喂几粒龙眼跌鬼咗就死。咩啊？佢话你唔食鸭盏落嚟咯。盏佢做咩啊？成支鸭盏落嚟。我斩咗嚿啊！喺嗰啲鸭丝度，嗰啲木鱼皮啊，喺皮鸭丝度，斩得到咩？咁高唔得噶？哇！呢棵树真系高到，你斩棵高得唔系嗰种啊？你行啊！拱大树。哇！呢串嘢弹开影下，快啲！哇！影下影下。行开先。哇！行开先啦。嘢四廿几年咯。啊！佢话读书就想过去咯。哦。佢话读书咯。四廿几年嘅龙眼树，啲果都唔同噶。一姐呢只十几岁咯。哇！大丰收啊！好啦，落嚟啦，啲落嚟啦，落嚟啦，落嚟啦。四十年嘅龙眼树，龙眼好大粒，啲肉好厚，好甜。我哋每人都摘咗十几廿斤翻广州。再过嚟拣啲手信翻广州，买咗啲瑶柱干、蚝仔干同埋大树菠萝干。三日两夜嘅阳西行程结束啦！如果你哋想嚟阳西玩，可以参考我嘅行程。启程翻广州，下一个视频继续讲我嘅广式点心，记得关注我啦！